一份面向全宇宙的 ET 特招生考卷，请查收。你有五分钟时间完成你的答卷。选择题：花花后场的时候会做什么？减肥，这半年你这腿没长肉，他瘦了不行，他比我认识他的时候瘦了20斤，嗯，瘦了是咋瘦的？减肥啊？减肥啊？你干嘛要这么瘦？你还有劲儿唱歌吗？有啊，真的，越减肥越有力气。答案是 B， 为了唱歌健身，健身，但我觉得我的抵抗力变差了，是的，啊，很差。我这半年发了5次烧，我也是。我天，一烧半个月，基本上这半年都在生病。你别太瘦了，我觉得你这是极限了。男孩要那么瘦干什么？不瘦了，我现在每天还是吃的。嗯。花花破洞裤上的线有多坚韧？妈呀，这马上断了啊，花花！花花，马上断了，这马上断了。行，我就是故意让他，这个已经半年没断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线断了，鱼线，嗯，这一直没断。半年都断不了哦，你猜对了吗？花花是模仿达人吗？啊，我先给他们邀请一个这个。嘉宾来到现场加入这一队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欢迎他来到现场，来，有请。这不是纹眉那哥们儿吗？模仿达人官方认证。开放题，花花的理想型是什么？花花喜欢什么型啊？台词里面。我挑一个。你刚才唯一记住的就是赚钱给你花是吧？那个。纯朴型，这个贪图享受型吧。温柔吧，温柔贤惠。也是温柔贤惠型。对。哦，原来花花和郭大老师是一个审美标准啊！请你模仿一下花花的外星人手势。好，这轮我会请上两位观众朋友加入到队伍当中来啊。你能比划出哪一个呢？ET 最想看到的片段是什么？